如观无量寿佛经曰：“具足神念，称南无阿弥陀佛。前诸”前柱曰：“十遍成名也。”啊，这是。 无量寿啊，这个《观无量寿佛经》里面说的，具足神念，每一念就是一声“南无阿弥陀佛”名号，六个字，啊，这叫具足神念。 念舍身，一身接着一身，舍身不中断。啊，前主里面说，这叫十遍成名。啊，名号啊，念十遍，生念乏了，是从这个地方来的。 可是后世呢，这个生念呢，就有很多种，啊，祖师大德们，他们教人的，现在念佛同学，好像这些生念法，都常用，自己真真。 用功摄心念佛，啊，是以印光发神法师的生念法。最有效，啊，能把散乱的心归一，妄想杂念逐渐的减少。 心地清净了啊！这个生念法了，是心里头技术没有痕迹啊。佛号就从一一生呢，寄到十生，然后再从一生寄到十生，不拘多少。 为什么用这个方法呢？不用这个方法了，念佛的时候会有杂念出来，会有妄想出来。用这个方法了，让杂念跟妄想都不会生出来。啊，印光大师一生用这个方法了，很有效。那么以后就用这个方法教人。 在文朝里面，他多次介绍，但是不能把数字明显记住啊，念记啊，念六个字可以，念四个字也可以啊，像我们念四个字念惯了。 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这每一句，每一个阿弥陀佛是第十声里头的第七声。很清楚。如果初学，这十句还很难记，会会产生错误，产生错误，从头再来。啊。 印牢教给我们，你分作两次，第一一到五，嗯、接着呢六到十分成两段，这也行。这再两段还记不住的，呢，那就是烦恼很重的人，分三段，啊三三四，这样记法，啊可是。 心里不能有相，啊！阿弥陀佛一，阿弥陀佛二，这不行。啊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这最后第三声阿弥陀佛，记得清清楚楚，不着相。用这个方法念，啊！这是应光大师传的，古德也有传。 串声念一口气叫一年，不拘多少，啊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一直念到这一口气念完。一口气里头不管多少声，念十口气。这是对于工作繁忙的人，他没有时间休息，没有时间做早晚课，就叫他每天早晨起床，啊。 洗脸漱口之后，或者在佛像面前，没有佛像就面向西方，啊，念十口气，啊，这个用时间不长，要一天都不能间断。晚上晚课在睡觉之前，啊，念。 十口气的佛号，再去睡觉啊！天天早晚都不缺，行，这也符合神念的教诲 <coughs>。我在十几年前住在新加坡的时候。 第一次，丹斯里邀请我到吉隆坡来弘法，办了一场弘法大会。我记得好像是两天，参加的同学有一万两千人。那么我在这边休息的时候。 那个时候住在湖边，他湖边有个宾馆。每一天早晨起来呀、啊，听到穆斯林祷告，他们用喇叭声音很大，我睡觉都被他吵醒，很难得。我听了之后很欢喜。 全世界宗教里面最团结的是穆斯林，他用什么方法团结的？就是每一天五次祷告，时间到了，所有工作放下去，赶快祷告。祷告的时间很短，几分钟，一天五次，一次不能少。这是他们所有宗教大团结里头。 主要的原因，我觉得这个好啊！啊，所以我就想到，我们庆宗同学可以学这个方法，他们祷告，我们念佛；他们一一天念五次，我们一天念九次。啊，所以我就提倡九次的十念法。 这个十念法呢，是十句佛号，跟此地讲的是一样，十遍。啊，佛号就是四个字：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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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完了。啊，就十句。早晨起来的时候就念十句，比念十口气简单。 时间短，啊，晚上十块钱两次，三餐饭，吃饭的时候不念供养咒，我们就念阿弥陀佛、阿弥陀，念十声佛号，啊，就三就五次，在你工作上下班，上班之前，你默念念十声佛号，再干事情，下班的时候收拾好了，念十句佛号离开。 上午两次，下午两次，总共九次，一天九次，一次不缺，有效果啊！啊，我在美国、加拿大提倡，此地新加坡、这个马来西亚很多同学用这个方法，打电话告诉我，写信告诉我，很有效果，真简单，不妨碍你工作。 啊，很方便，啊，记住，一天九次，一次不缺，啊，未尝不是个好方法。这个方法试验了十几年了，有效。啊，这些方法它真正的意义，就是提醒我们，时时刻刻不要忘记佛号。 用于在此地，到最后临命终时，这个法号能提起来，你就决定得生。啊，所以第十八愿叫十年必胜。啊，是四十八愿的核心，四十八院里头最重要的一愿。 古来祖师大德都是这个看法，那么这医院呢，就变成非常特殊了。日本早年的祖师就正用这医院建立一个学派，叫。 本愿宗，本愿念佛门，完全依照第十八愿。啊，日本有一些同学来问我，这个如法不如法？啊，我告诉他，当年祖师他们提倡这个方法如法。 啊，那现在呢？现在不如法，什么原因？那些祖师们通宗通教，对于《无量寿经》有很深的造诣，他行。现在为什么不行呢？你们只知道这一愿，其他四十七愿不知道，《无量寿经》更不知道。 念的人有意思不同，所以就变成不如法了。啊，他们如法的道理在哪里？他们是一愿里面包含一千愿，就是第十八愿这一愿，他学这一愿里面的精神，融会贯穿了。 其他的四十七院，其他四十七院都在这医院里头，所以他没有问题。你们今天就这医院孤孤单单的，其他四十七院没有，那就不能完成。啊，这个道理要懂啊。